你好，领导好。可以帮我把那个杯子拿过来一下吗？谢谢。哎、好，里面是咖啡。啊，无所谓。您几位要吗？只有我要。不用了，我们不用，谢谢。谢谢。哎。天哪！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谁呀？怎么就往我头上倒呢？领导，是这样的，我早就觉得您这顶假发呀，不适合您，所以我认为您得去买一顶新的假发。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提醒您，您这个方便拿。哎，领导一看，这样是不是帅多了？帅不帅？不但帅多了，我心情也好多了啊！好帅，好帅！你非常优秀。谢谢，谢谢。请坐。谢谢。嗯。下一位。嗯。下一位，杨迪。哦，这么快？这么快？考我即兴反应的时候来了。哦。你好。你站到中间。哎，怎么打湿了哈？需要我帮忙擦吗？哎，不错，眼里有活儿。有些故事你不必知道啊。这种人这么不小心，还是出去好了。啊，杨迪，我看你是小语种专业，那会很多国语言。小语种啊，这不小语种专业吗？还真是，还真是啊。而且是泰语专业的。哎，这样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泰语。哦，你我这是写字那儿了哈。啊，对，写字儿。对呀、啊。咱瓦丁肯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。对对对。领导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泰语。我听得懂，贾玲，我看你这个也是小语种泰语专业的，你俩还是同班同学呀、啊？对，曾经吧。啊，曾经，这样吧，你俩来交流一下，说一段什么，让我们来听一听。对对对。那就早上起来，我们俩刷牙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住一块儿的，是吗？是一对儿一对儿。怎么了，牙呀？我上来了，我牙牙膏不好的，然后那种桃子味的我不喜欢。还是没谈妥嘛，牙龈重建该。牙重建，你把你那个牙膏给我用一下嘛。同归还没冲突对。什么？你我呀，同归的时候你说只房租一人一半，你三万给你看。三毛塞来。好好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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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两位非常有口语天赋啊。好，下一位周深。哎，老师们好，周深，我看你的这个个人技能这边写的是声乐啊，而且你的求职意向是销售。啊，你好专业，不对口啊。可以利用声音技能帮助销售，是这样吗？我们公司呢是卖海带的，那你能不能用你的声乐技巧来帮我们来销售我们的海带呢？可以啊，你来，我把这个给你。我们准备好了。来。哇塞，从哪儿掏出来的？哇塞，这么哇，这真的海带。有点惊悚的表情。好，准备好了。牛，海带你来买一块，特别划算嘞，海洋的味道哟。好重。我笑死嘞。因为我们的海带也是原生态，所以用的也是原生态的唱法。Thank you.